你还记得十年前我们是怎么认识的吗？灵儿想去哪，我李逍遥都会陪她去的。你这么温柔漂亮，你怎么天天跟这个小贼在一块儿？那个野蛮样，你才野蛮呢！你说灵儿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找灵珠啊？或许公主有不愿意离开的人。世间自古多有孽缘。女娲后人有自己的使命，南诏连年大旱，拜月教一直虎视眈眈，想灭我乌月。那些庸俗的情谊，简单的感情，自然也是最好的游戏。这世界有无情，却也有深情药。你真想为了救他，怎耗你千年的道行啊？所有的选择都是必须要付出代价的。我林女侠，拿得起放得下。诸事何曾拿起，又何谈放下？西海之，我无怨无悔。若是以我赢，换朋友活着。君之，是我害了他，是我消失了他。实在着，我想要不信命。这不。